不愿被别人看不起，肖楚胜勒戒成功，重新再出发。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家人，我让你们在那的时候受到那么大的委屈，然后我还要再对看不起我的那些人讲一些话，就是当我一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在那边给我下赌，开赌盘说，哎，我们赌肖胜多久之后再进去，我气死了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。欢迎收看高点电视台44频道，振振有词。